从科技团建到现在的收集活动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成绩，获得第一名神秘大奖和季度奖金的是麦莉小姐和唐景轩小姐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一共收集了18张卡，现在有请我们沈总来给我们宣布神秘大奖。好。 现在我宣布，这次团建活动的神秘大奖一等奖是斯坦科技 T4机器人源代码一套。啊，源代码？这玩意儿有用吗？哎，忙活半天啥也没捞到，可不是吗？由于源代码不能泄露，所以这次拥有源代码的人。 可以换取九亿集团旗下房产权的使用权一套。哇！沈总大手笔啊！你们也给集团赚大发了！我天！我天哪！好了好了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这次活动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。